二，Action！艾莎在哪里？雪山旅行，艾莎是偶像学院的吗？好像有点忘记。你看哦，这个要340，这个要490，表示这一个都出来里面要20块的价值。你觉得里面会有20块是什么好东西吗？啊，这个都一个是7块钱的玩具。要先开箱吗？没有要开箱，你们要抽乐，抽到以后才能对中号码，才能抽这动这个大的，知不知道？懂吗？打开豆，要在上面写号码才行。不是，我们号码我们就想好是10的倍数或5的倍数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爸爸在研究刚刚什么号码。姐妹动动乐来，姐姐今天中2个，对不对？妹妹中1个，快点自己选。那我来学一个动小心。好。嗯。哎呦，好拿出来。是平凡者耶，我喜欢平凡者。该换我了。好、啊，这这个好可爱哟、哦。这是给我。动这个。哪一个？这个。我帮你。喜欢放大镜，看的比较好哎。放大镜啊，哈。姐姐再一个。表演，那这样就好了。嗯，没，等下你太粗了，等下你小心点。发夹耶，是发夹吗？对，发夹。嗯。你的动成本是7块钱。你的 GoPro 是大的哎。我看7块钱的东西本来就这样子，来，姐姐中一个大的来。嗯，项链，我最爱的项链。我成功了。小力一点啊，小心你手会受伤。好好好。哇塞！这是什么？手套。手套。怎么会中这种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好，猜看，猜看，猜猜。不会。姐姐手过来，姐姐手过来。遮住了，遮住了。准备走过来。遮住了。走过来。嗯。好，钥匙我收走，你们俩的今天就这样睡。来，遮住了，来。好，钥匙呢？太紧了，太紧了，钥匙呢？快点，太紧了，钥匙呢？钥匙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钥匙呢？这么往后推，这往后推，推不出来，只能用钥匙，快点去找钥匙，在哪里？钥匙，钥匙呢？爸爸，你给我钥匙。没有钥匙，爸爸没有钥匙啊。钥匙呢？钥匙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去找钥匙给我，快点。因为这钥匙不能用哎，我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哦，万一钥匙不能用了后。我想要试试看，这就直接按下去就好了吧，这直接按下去就好了。好，希望你今天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，按下小铃铛，可以刷到新的频道。也要记得留言和分享，我下次见，拜拜。